锵锵三人行，哎，大家看看这是谁啊？嗯，前度雷克又重来啊！前度雷克，雷克上一次上我们节目应该是在一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是小流氓，对，小流氓。现在变成自干舞了，是吗？现在去掉了小流氓，就随便、嗯，有的时候是自干舞，有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对、嗯，现在他从德国回来，人家现在都说他是杨公之了。还是自干舞比较好嘛，自干舞比较对对对，做自干舞好多了。刚才说到德国，哎，你们俩还说了一个什么吃的，哈哈大笑，说现在要给我补补课。因为刚才我们在化妆间，我跟雷克在聊，我说德国呢，我很喜欢这个国家，但是只有一样东西，我实在忍不住不批评，就是吃。但其实不止德国，我就说到其实荷兰啊，那附近几个地方吃的都不怎么样。那德国人的吃呢，就我特别佩服的就是他们有一种刻苦耐劳的精神来吃饭。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他们很多都是水煮的，嗯，很多肉啊什么扔的土豆啊扔到一锅水煮，煮了之后呢出来一大盘子，这一大盘子呢你一个人对着这一大盘子能够吃上一两个小时还吃不完。嗯，那但是他们很专注很刻苦的把它吃完了，而且还每顿吃。那么按照我们中国的想法，就是一顿饭总得有多几个花样，但他们不怕。嗯，然后我就跟他说起来这种水煮这个东西，他就说他有一回你是在哪碰到的？在桂林啊，我当时我是2006年啊、嗯，准备从桂林走到阳朔啊，不是那边有那种游乐船的那种啊？对对对，我不愿意坐那个，我觉得那很二，因为特别吵嘛。对，然后就徒步嘛，徒步的过程当中，我到一个小村庄，有一个小那种平房，然后里面看到了一个人啊，锅很大，跟那个桌子一样大呀，然后里面煮的那种我觉得很熟悉的那种东西，我就说德国吃的东西，这个菜你是给谁煮的嘛？然后因为地方话我听不懂他说什么，他一直跟我说是给谁煮的，我说那人是谁？那人是谁？结果他说跟我来，到旁边的那个屋子，那是一群猪。太悲惨了，是吧？这感觉就是德国人说我们吃的都是猪食，是的，丢脸死了，这。我说哦，好吧，好吧。我感觉他们那当天晚上肯定游的乐嘛，老外来吃我那个。哎，这德国人会不会觉得奢侈有罪啊？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感觉传统来说应该是，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不一样，我们就是不懂吃的方面，我们就是不懂。像我爸来到北京，他是一个传统的那种特别土豆的那种德国人嘛，就喜欢我们德国。你要我们那儿买面包啊，你不可能去随便一家店，每个小镇每个人都喜欢那家店的面包。我如果说买错的话，我妹妹会批评我，我爸会批评我，我们就是这种人嘛，可能跟你们这儿买包子一样的嘛。然后特别传统，一直要吃土豆什么的。到了北京，哇，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他一直要吃那个花生鸡，宫保鸡丁吗？哦，宫保鸡丁、啊、什么火锅啊那种东西他很喜欢，但是就是本来在德国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到这些，根本不会想可能还有更多的好玩的一些东西。对啊，我们就是那样，就可能就一直看到自己的盘子里面的东西乖乖吃，就那些给猪吃的。那你说这德国它算是粗糙吗？当然。你比如叫饮食上你了解了中国之后，那你觉不觉得你们那个吃的有点野蛮呢？确实，这你都这么认为啊？我觉得我们土也不好，可能在中国嘛，我不想得罪任何人，但是东北的吃的和四川的吃的还是有区别的。对，从丰富度，对不对？因为土不一样，气候不一样，对啊，什么韩国那些所有的东西都是泡的，我感觉。对，泡菜很厉害，你为什么要泡啊？因为你冬天很难受。四川那边也可以泡，但是不是必须泡？但是你看啊，就说这个饮食上。感觉像野蛮人的这么一个民族，但是现在呢，在这个精神层面，比如说这个公民素养、文明修养这方面，这个感觉雷克呢还经常可以指摘中国，对吧？所以你看，为什么我说有人叫你什么杨公之啊？甚至有人就觉得你这个人，其实有些中国人现在也骂他。就骂他，哎，这个东西有一个心理。我最近还经常，我也有个网络视频节目，我都引用他的。他说好几件事儿，成都女司机被打的那个事情，对吧？然后呢，而且一说他跟一般的外国人不一样，一般中国人讲究入乡随俗。说你到人家另一个国家去，你不好说人家的是非。但是呢，雷克，我发现他从刚到中国，甚至是上一次上我们节目，到今天他，我觉得他又有点火了。他这个火了呢，
这个人我觉得有点性情大变，我一看你那个手机拍的视频啊，开始就是骂你们，你就说你们中国人，你们中国人开车像什么，你们中国人开车像猴子一样。哎，你不觉得中国人会很讨厌你这么说吗？我很喜欢你这么问，因为很多那种采访他会很给面子，他不会问这种不舒服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不舒服，因为我也觉得作为一个小老外，你到别人地盘，我也不是必须来的，我也可以好好在德国，如果我觉得德国这么好，那我还来到这儿，我可以说你们这些我认为是缺点，也是 一种国情，我不说。那我为什么说我觉得作为朋友，如果说咱们一起吃饭，你在这儿有一些比如说吃的啊或者啥，我还是会跟你说的。如果我们不是朋友，我就不说，我就给面子。我觉得面子我不想在错的地方给面子。如果说中国有一些好事儿，我说啊干得好，但是如果有坏事儿发生，我如果说不说或者是说他好，那我就是你典型的一个敌人，就这样。你知道我在节目里啊，我就引用他一观点，我就当然我可能是崇洋媚外哈，我有时候觉得是不是这德国人呢、啊、老实讲，你说他是公知，他也不是什么大学者，对吧、他有的其实可能是一些西方文明的常识，但是这些常识呢又在我听起来啊，我就觉得，我就经常跟人说，我说你别看这雷克他这个三观正，就咱们这三观正。为什么啊，我你知道我曾经在节目里引用过你讲一个什么事儿啊，我没有想到，可是我一琢磨他讲的有道理。他也是，他说你们那些人啊残杀动物，有很多人残杀动物的那个视频，他就说你们谁要是在网上再转发这个，我就黑你们，或者说是我就不会跟你们做朋友。他说我很讨厌你们这样子，也许你们觉得你们是为了这个好像是这个人肉那些个残杀动物折磨动物的人。他说你们，但是你们这个视频放出来，你知道什么人会看了高兴吗？甚至你可能会带来模仿，对吧？你就像说如果是你的亲人，你愿意看到他被人折磨的这个画面，像现在你看，我今天在网上又看到，在微信圈里就是到处都在上传这个班里有几个同学打一个那个同学，就是我们这儿叫霸凌啊，甚至打一个扒光了一个女同学在那儿打，那发上去的人呢都是有理由的，说赶快去举报，什么赶快去人肉他，你看他们现在干的这样的事情。雷克你当时怎么讲的，你对这种现象？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就是如果说按照一个正常的那种法治的那种制度，你举报就举报呗，你其实没有必要给更多的人看，你就报警，你不是有警察吗在这儿？如果你觉得这个警察不管用，那你可能有关注这个问题，哎，而不是说谁打的谁。因为那个人也好，动物也好，这么一传播，他是再度受害。哎，是，而且折磨看的人。对啊，这就相当于你不会说我在路边看到有人在强奸，我把他拍下来，然后我不举报，但是我放上网，大家赶快去举报。就是这样，对啊，对，就是伊斯兰国一个样子。什么一样子？跟那个伊斯兰国是一个样子，他们专门拍，而且他们拍的特别好，对不对？很专业，为了让我们看他怎么样残杀人。对，那什么意义呢？这样子，我觉得雷克最特别的是，就是他没有让自己变成典型老外嘛。就是我们都见过很多中国的有很多老外，比如说上节目。上央视一定要说，哎呀，中国文化就是好，就是牛。来，我给大家写毛笔字，然后当极其挥毫，然后还写对了个对子出来这一类。一般我们的预期，所谓外国有人该客气或者怎么样，但我觉得他现在这个状态很好，因为一般今天中国的国情是这样，就是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了这么一种潜意识的信念，就是。凡是中国人都该夸中国好，而在中国要是说中国不好的人，那他大概是这样的人。第一，他可能是公知，他可能是背后有不良的用心企图，他背后可能有反华势力的支持。那在要没说到那么坏呢，就说他呢是光说不念，只懂得说话不懂得干实事，所以他只懂得批评，站着说话不腰疼、对，这个他也批评过嘛、那当然是站着说话了、然后跟着再数下来呢，就反正你怎么说都不对，所以到最后结论就是，凡是中国人都该夸中国好，凡是中国不好的中国人都应该看不到不该说、那么既然中国人不该说中国不好，而说中国不好的中国人都被怀疑你跟外国势力有勾结有关系，
我觉得雷克来的恰是时候，干脆外国势力直接登陆不就算了吗？你是代表什么外国势力到我们这儿搞颠覆的？没什么势力，这是屌丝嘛？对，屌丝，所以我得调查调查你。这个，我要问你的是特别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很怀疑，是吧？你靠什么养活自己？就是，这就是反华势力，你的在赞助，你现在靠什么生活呢 ？CIA 嘛，德国的 CIA 叫什么？对啊，这些问题问得很好。其实我钱很少啊，然后我话的不多。我现在还没有结婚，没有生小孩。如果以后要的话，我肯定要卖身，肯定要卖身。对啊，肯定要不知道代表一些牌子或者什么，做代言。那肯定的，对对对对对，无论它好与坏，对吧？就什么三鹿，但是三鹿已经没了，是不是？对对对，嗯，我还存在的下一代言，你可以代言，你可以代言三聚氰胺，很好。就是我现在就是写书嘛，写书能赚钱吗？少，你也知道，对不对？在德国稍微多一点，在中国稍微少一点，因为书价不一样嘛。然后我会办演讲，在德国给他们介绍我在中国徒步的这些事儿。那个时候我会说中国的很多好话。因为我觉得给德国人讲中国不好也没有什么意义。德国媒体天天讲，我跟他们讲一些中国百姓多么的热情啊、好客啊，中国是一个很适合外国人去旅游的地方，因为很安全。对不对？还而且吃的也很好。我希望更多的德文过来，所以说再有演讲，我也赚一点钱，我也给他们介绍一些中国的东西，网上也赚一些，比如说我的视频在 YouTube 也有人看，就那样。那这点收入能够维持你跟你的妞的生活吗？差不多，就是水平很低的。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我不是为了现在考虑的，我是为了将来，我就是一步一步，就是那样的就发展嘛。然后如果说什么时候，看这种计划不行了，因为比如说我们家也很多人担心了嘛，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进一个什么企业啊，就当一个白领，那到时候我再当白领，那现在不愿意。现在家也会有这种担心、那当然了，德国人很传统的，德国人觉得你进入一个企业，你一辈子都在那个企业里面安全。就好像他爹也觉得他不务正业，就是这样。我爹是教授嘛，教授，他最看不惯的就是你这花，你现在是花领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且啊，我觉得这个雷克啊，他现在说话的这个范儿啊有变化。这个你看啊，就说这个中国啊很有意思。过去我们老是拿什么来这个掌握威风啊？就是说啊，你这个外国势力来了，比如说你蒙古人打过来了，我们没打过你，但是我们能转化你，我们把你化了，是吧？汉化了。那满族人过来了，我们打不过你，对吧？但是我们把你同化，我们化掉你。哎，我现在发现啊，中国的互联网，乃至于中国的少数的这个电视节目啊，都有一种神奇的转化能力。他能把一个私下里咱们这个私人朋友讲话呀觉得很正常的一个人呢、转化成一个疯狗。你也不知道，就是他有的时候啊、你也不知道是真的把他变成了一个疯狗，还是说他觉得他要在网上啊像疯狗一样说话才能够被人注意。哎，你知道，就是我觉得他有时候有一种这个转化，因为已经有好多人跟我讲，就说像你们这样说话没有人会注意的，你知道吧？因为在这么一个就是网，好像有个网上言论的丛林法则，他像疯狗一样骂你啊，我也要像疯狗一样说话，你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你别看雷克私下里这是个特别斯文的一个人嘛，但是我一看你那个视频，这个确实说的对，说的对。你是怎么意识到这一点的？你这么聪明？没有，就是比如说我那个骂司机的那个视频，我想了很久。我那种视频别看好像是随便拍的，它不是，我会想很久，我会先，就是我不会写稿，但是我会可能早上我想到了一个什么话题，然后出去散步。想想一些台词或者啥，然后就录一遍。我作为小老外，我录五分钟啊，我要录好几遍才能把它录得差不多。那个视频我想了很久，而且我有不同方案，但是我后来觉得，我说大部分中国司机开车跟猴子没有两样，是能吸引人的
灌注的一句话，嗯，也不是那种骂人的话，因为我没有说中国人是猴子，虽然有的人可能会这样理解，嗯，但是就是你开车那个时候，我不想把这句话说得太温柔，嗯，因为温柔他们就会觉得呵呵就过了，嗯，我说的难听一点，他们可能会看到。就是这样，网上因为声音很多，嗯，空间很大，嗯，你可能就是要把话说的稍微刺眼一点。对，所以你看，就是说这个文道长期以来，我就觉得很多喜欢文道的，就是讲，嗯，就文道不管这个风云如何变化，嗯，永远坚持这个温良恭俭让，嗯，就是像一个知识分子一样，嗯，这个说话是理性的，是温和的。嗯，但是文道，你不会遇到这种，你觉得？哎，这种拍桌子大喊或者指着鼻子骂娘的，他有时候甚至变成一种表演。我见过，但我做不来，我说不来。其实我很尊重，我觉得很棒。我没办法，就是我上过一些那种节目，就那种辩论节目啊，嗯，那个辩论节目有一个人跟我是被安排到同一个阵营，那种辩论就是正方反方，我后来再也不上，我真的很傻。嗯，那反正有一个人跟我是同方的，但是他的所有的言行的方式都是我无法认同的，尽管他的观点跟我很接近。比如说他说的话，我不知道他刚刚广就做广告的时候，我们喝茶什么还聊得好好的，忽然间镜头一开他起来了，然后把桌子掀了，嗯，然后掀了之后呢，闻到吓我就愣了，我在旁边没事吧。嗯，那么再来还再过了一场之后呢，他整个人摔到地上打滚了。这是什么节目啊你们上的？嗯，是本台的某个节目就算了，那我很多年前的事就不说是哪个节目。然后呢，我说有必要那么激动吗？我们在谈什么吸烟问题还是什么？说你没必要那么激动成这个样子。嗯，我没办法让自己陷入那样的状态。哎呦，你知道，就是所以我老是说，就是说他们说这个接地气儿，为什么在很多地方我觉得接的地气儿那就叫乌烟瘴气。你就看有些电视台录的那个节目，我跟你说你看到的还是播出的，我这行走江湖我还见过很多那个现场的。哎，你就觉得这个社会是个什么社会，就是出现在这种按说是电视上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哎呦，他可以疯到什么程度？哎呦，就是说说看啊，说说看，举个例子，打起来都有啊，骂起来都有啊，你就不知道在干什么。是真的吗？不是，是弄假成真。哦，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叫这个撒狗血呀，啊嗯。你就这种撒狗血，这种撒狗血，它需要的是就是表现出你特别的这种激动，因为你知道有些时候就是在网上。你觉不觉得只有这样才有点击率？就是这样啊！你疯了，你甚至你流氓无赖了，你就有点击率了。可是你知道这个到最后啊，甚至这个会进入一种自我催眠。所以你觉得有的时候也很有意思。你开始是表演，可是慢慢的你会变成，就变成孔庆东了，对，入戏了。你入戏了，你会真的变成这样一个人，甚至你在这个里边，你感受到一种人性的释放。嗯，这个人呢，啊，就真的疯了。好吧，你就我觉得真是，哎，你说德国人算不算以理性著称？不，我们那我刚你说到这些，我觉得我们那电视一模一样的。哦，真的，美国也是啊。对，美国是，但德国电视也是这 样。对啊，你下午看电视，我希望中国人不要看到，因为会太丢脸了。我们那各种那种丢脸的那种节目嘛，就是跟你说一模一样的，就是有打起来的，有各种真的有八卦呀，啊，那种，就是包括。按理说比较理性的那种讲政治那种节目，只要比如说说到伊斯兰教，有的时候确实很难看的，就有的人可能会把整个伊斯兰教说成恐怖分子啊，然后就是有那种对骂，就很不理性的。我觉得电视嘛，不要太高看嘛，如果有你们这种节目很难得，在德国也难得，在这儿也难得。有的时候可能我个人认为把话说的稍微刺激一点，说的稍微直接一 点、嗯，直接一点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像我很欣赏的那个马塞和香尼斯基，就是那个德国的那个批评家，他说话就是那样的，他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其实他有他的观点，如果要是看他的书，那是很有文化的一个人，但是说话，比如说 Glass 那本书，对，就说这个不是文学，对，说的很难听吗？对，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话在新媒体我们已经不是像过去那样的，你的声音需要稍微大一点，直言不讳，
这有个成语就叫直言不讳、嗯、我觉得我们好像还都是有负担，就是说话特别就是老怕伤害了别人，嗯，就希望总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技巧，既能够把自己的意见委婉的让对方明白、嗯、但是又不至于让对方感觉到这个面子受伤害，嗯，很困难现在啊。其实我说实话，你不是刚才问我两个很不舒服的问题吗？德文不喜欢谈到他的收入，这是很尴尬的事情。对我来说，我很喜欢，嗯，我很喜欢。我经常因为没什么收入，因为我觉得那些很多人会在网上质疑我的身份，就会觉得我是不是背后又怎样或者啥。但是很多记者因为要给面子。他们不会问这些问题，他们会说、嗯、雷克你到我们中国有多少年了，哇你很喜欢中国怎样，就那种有点那种给面子那种对话、嗯、没意思了，没不质疑我，嗯，对吧，你的这个节目我很喜欢，很火，很受欢迎，你说为什么那么受欢迎，这种问题我很好回答，对不对，我说因为我很棒，所以很受欢迎对不对，但是你要是说你像你刚才问的为什么要在中国骂中国，对这个问题我很不好回答，谁派你来的，对谁派你来的就应该更多问这种问题你的方式很斯文、哎、很温柔，但是你问的问题还是很犀利，咱们从来都是笑里藏刀，对对对对，一来就先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对，我们还觉得就是说咱们现在互相间吵架太不客气了，他好像还觉得不够生猛是吗、嗯、你觉得我们说话还是很有顾忌的，我觉得你们这个节目刚好是方式比较斯文，但是问的还是比较犀利，所以我喜欢嘛、嗯、就这样，我不想再拍马屁了、嗯、对，因为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些尤其电视跟网络节目还是有分别，电视节目有很多的套路，有很多的格式、嗯、你比如说你一做电视节目，他就会觉得电视好像代表着某种的很正确的形象，正确的声音，要向全国人民要宣布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嗯，正能量，所以对吧，正能量，所以由于电视是必然要正能量，所以马克上电视也必须很正能量，跟他谈的也得很正能量，明明私底下是问他说你泡那么多中国妞我恨死你了，谈这件事、哎、真的泡了很多吗，对，但是公开在电视上说哎呀您热爱中国文化那很好，都得变成这样，哎，我能关心一下八卦吗你刚才讲你在德国那个妞是中国妞还是德国妞，这哦，这个我就不说了，这个不说了，这个就不说了。哦、对，因为那你现在在德国是这样的，我跟你说，我为什么不说？嗯，因为在德国是这样的，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你把你家庭的事情筛出来了一次，媒体有资格一直去。哦，如果你拒绝，从一开始拒绝，你就是有那种法律保护。如果比如说我是政客，我说来媒体到我的家看看我的家有多好。那个时候我当然愿意筛，因为我希望我显得很亲民，对不对，对，但是当我出轨了老婆离婚了，那个时候我说媒体不许报道了，对不对，哦，这就不行，对，我从一开始我的家的那些事儿我不愿意放到外面，哦，我希望他们有那种保护，我自己二我自己比如说别人给我发私信说你住哪儿，我去杀死你或者啥，那是我的事儿，但是我不希望影响我的朋友或者我的家人，就是这样。嗯，那你为什么有时候希望记者问问你泡妞的事儿呢，不是，我希望记者质疑我各方面的泡妞，我在路上比如说我写那个徒步中国，嗯，那个时候我在想我要写一个怎么样的书，我可以把自己写的，因为是我的自由，我可以把自己写的特别伟大，跟唐僧一样的，对不对，但是我唐僧你想得美你想就是这样的，都是姑娘想吃他的肉，对对对 对, 对吧，他的一点歪心都没动哎你说的好这个你比我懂，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把自己写成那种和尚嘛，对，我在那好像是寻找自己怎样，像清教徒一样，但是我在路上碰到妓女怎么办呢，我26岁啊，碰到了怎么办呢，或者是碰到漂亮小姑娘我会怎么做，这些事情实际上发生了，我把它写到书里面去了，有的人可能对我有意见，我上很多人的节目从来没有讲过这一点，就说哇你的书很有意思怎样怎样，但是其实我知道你是不是想问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觉得作为一个小老外你在中国泡我们本土的这些姑娘是不应该的，就好像这个是你的财产，嗯，我对这种思维方式本来就不太理解，对吧，我觉得妞是没有不讲国际的，是而且妞是属于全世界，而且这个事情不应该是那么主动的，
对，我作为一个男的我很伟大，然后我选，就好像吃寿司一样的，这个我吃那个我不吃，不是这样的。因为妞作为寿司他也可以选你，但是有一个不用就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个事实，有一个数据统计上的问题让我们很不爽，就是从事实上看，我也看过有关的数字啊，还是老外泡到中国妞的较多，而我们中国男人呢泡到你们外国妞的呢，就是德国妞吧，比如说啊，就偏少，这边不平衡。嗯，要我评论这件事吗？对，泡法不对。泡啊，你教教我啊。我看哈，可能我没有太理解吧，但是我看很多中国姑娘会跟我说，某一个男的对我很好。我最开始我还想，什么叫很好？就是你跟他做姐妹吗？还是啥？我不会对一个我感兴趣的女的很好，我不会特别关心她啊、出门有没有带伞啊，或者是她感冒了我给她送药啊，或者我一直给她发信息或者啥，我会给她一定空间，我也不一定要请她去看电影，说不定她请我去，就是有点那种独立。中国我感觉很多是那种男的你要感动女的，我们那些女的不希望被感动，她希望你展示你的魅力哦，感动，我以为你要感动他，感动，感动啊，要感动，说话不标准，感动，意思感动。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一种魅力，比如说你是一个北京的一个老爷们儿，嗯，外国小姑娘到北京，她肯定很想认识你，对，对吧？那样的话，她可以认识一个很棒的北京，对。但是你就一直她好，她觉得你不给我一点自己的空间，烦嘛，很烦。你应该展示自己的魅力，是这样。我感觉哈，你作为文化人泡妞是没有问题的，在国外。我们喜欢的就是东方智慧嘛，真的吗？啊，那就杀向德国吧。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中国男人有时候有太强的自卑感。对，这个不错，这个咱们下一集，咱们下一集可以从这儿谈谈这个。